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其实整个直播哈，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去阐述一下这几天就是看到的那些东西，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了，就是就是很感激大家做的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不是很希望就是在直播间那么煽情的那去说那些，就是很感谢你们，我还是吃我的东西吧。其实过生日的时候那两天应该是在拍摄，然后具体去线下打卡那个我可能有可能去不了那个线下打卡，但是我其实真的心里有收到这些就是祝福和礼物，我必须得发点怪声音了，噔噔噔噔，在直播间我不这样煽情，但是有时候聊着聊着他提到了一点点，可能就会有那么丢丢的感动吧，他就有那么丢丢的感动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一下弹我眼睛里了，一下给我震红了。对，谢谢 MRM， 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还谢谢。鬼部故事就还是有点大可不必了吧。怎么开始刷礼物了？先不用啊，我马上准备，我要下播了。谢谢大家，真的很爱你们。谢博泰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快早早的休息吧。